像性水晶啊，身上有水晶，任何人我都会去靠近他的。好的，挥挥手。这是第一次担任包包品牌的代言人，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背很多就是很舒服或是很漂亮的包包，所以就觉得很谢谢你们找我。其实每一款包包我这样看下来，其实都很适合大家，就好像不会挑人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谢谢你们，真的找对人。像我平常会带，一定会带香水啦，因为我喜欢身上是香香的样子。然后还有我的耳机，然后还有水晶，因为我最近蛮相信灵性的东西。现在我里面有带这串，要讲串的，但因为挡不住我的。然后我平常会带一个，随身带一个就是小小的水晶。但是我相信水晶啦，因为我觉得水晶它可以给我能量，因为我比较相信宇宙的能量。身上有水晶，任何人我都会去靠近它。啊，我手上对。我塞超多东西，那有时候因为我平常行程的时候，有时候不会定时吃饭，所以我会放巧克力在里面。